好，冰，给你看一样东西。好，这个见过吧？骰这肯定见过吧？骰子吗？嗯，你知道骰子有个特性吗？就是它的两面的数字相加之和等于七。嗯，比如说这边是六，是，那背面就应该是一。一，对，因为六加一等于七。好，那我们换一面再看一下，比如说这面这是五，那背面就应该是二。对吧？对。好，那现在你把食指伸出来，帮我放在这个五上摸一下，感受一下这个每个点数都在上面是真的点数。嗯、对。好，先别动、嗯。我需要你想象一下，这个五慢慢的变成了一个四，它上面的一点消失掉了。嗯。OK， 然后你把手移开。哎，真的变成了一个四。是。那刚才是五的背面是二，那如果现在变成四的话，背面应该是三。三。想象的点数变成了真的点数。对对。我们再看一下另外一边，这边一开始是六嘛，对吧？对。那它的背面就是一嘛。对。那如果我们把这个一想象一下，嗯嗯，画上了几个点数变成了五，是。那五的背面应该是二，五的背面应该是二，对，五的背面是二。但毕竟这个五是我们想象出来的，是它本来是一，对，一的背面应该是六，对吧？对，对。那如果我们现在再把想象照进现实，这个六的背面会真的变成，嗯，五，摸一下，看一下每个点数是不是都是真的？是是，不是画上去，这是刻在上面的，对，对吧？好。对吧，每一个都是刻在上面的。 是。那这样我希望你把手伸出来、嗯、你可以看到骰子的点数，对吧？对。接着我希望你把手握紧。好， okay， 握紧、okay。 你知道骰子的点数是有分大号和小号的、嗯、大号就是4到6，小号就是1到3。 对、那小号和大号选一个。小号。小号，小号里面还有1、2、3，对吧？嗯嗯。再选一个2。可以。好，现在我希望你想象着这个2。OK， 然后你手中的骰子，你有没有感觉到一些变化？现在感觉不到。对，慢慢的把手打开。哎，你会发现骰子的每一个面都变成二点了。是，确确实实是刻在上面的吧？可以抠一下， 对吧？是是。Okay。 你知道为什么一开始这个骰子点数会变化，包括它会全都变成二点？我知道。其实这一切都只是你的一个幻觉，一开始根本就没有什么点数，你看到的这个骰子呢，它每一面都是空白的，只不过是你的想象而已。是点数呢？没有啊，一开始就没有啊。